二十九，一百三十。那接下来糖要多少？糖被二，第二原本42，十五，十八，二十一，啊，不行了。好，这鸡蛋是从母鸡哪里跑出来的？你会打蛋吗？会，我要把它打散。我要从哪里切？先把它刺破。好，奶油20公克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，那就先放一边，直接加进去吗？对，可以直接加进去。好，对。然后奶油后来再加。对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现在室温蛮低的，所以直接用捏的就好。来，捏捏，捏捏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那我这样我最会了。好，你最会了，你把它捏到那个奶油都看不到哦。好吧，你把这样有点。跟哥哥触感不一样。放也好，捞起来压。来来来，赢赢我来吃。2000 years later。你帮我看一下预热要预热几度？190度，20到25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拿起来，然后2颗包浆。啊，不是三颗吗？不要，你刚刚讲3颗的，不要，我录影为证哦。好啦。Yeah， 因为我们的面粉很少啊。Yeah， 好。